这个不行，就是这个在原地一道，你们就成功上来，不原地不动。那我就替我们公司贡献运动。爹爹，不要走！二哥，你别冲动，咱们这事得再商量商量。去了，要的是不动，让你们待着，就他妈给我待着。我是个军人，也是个父亲。从此的体格再是个军人，杀人本来偿命，只怪我们身在乱世，若要抵命，就拿我的去抵。虽然咱们是不同两生，没啥关系，但咱们比亲兄弟还亲，能有你们这种兄弟，我很开心。最好的时刻，眼看着危难之中。周四先到那边去给大伯报告。我们是你的一家，看着你一天天长大，有个媳妇生得好，才会放下心里提起，干啥的话就是一大招。如今保你走去才是我最大的心愿。牺牲变得一文不值，归代还需要你们照顾。大哥，爹爹，爹爹，三叔，跟我去救爹爹。小龟蛋，你要明白，你爹爹这样做的用意是什么？他想保你周全。
真是你，还没早脱下，不然我会先杀了他。哈哈，七个，全都到齐了。